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来优酷国际版 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屑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月亏一影，破镜难圆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就出现裂痕了，何必强求。若我偏要强求呢？我是帝君，也是唐州，等我完成帝君之责，唐州就会回来，和你相伴余生。陆明真的死了，我和他相约好要相伴万年，可是我却下了凡界，我本来以为还会再相见，可是再也没有机会跟他相见了。陆明他没有怪你，他是在和你告别。何人在此？严丹，帝君，这可是违反天规之事啊！我早已不在乎天规，只想护着自己在乎的人。出去。这，帝君。他们要守多久啊？依照新宫规，可能要一整夜吧。那我岂不是一整夜都出不去了？嗯，有可能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你干嘛一直睁着眼看我？你不转身，怎么会发现？总之你不能看，闭眼，不许看我。那好吧，那就放在此处吧。你干嘛？睡觉。